钓上虾，钓上虾。没住过才想来吗？<笑>是吧？住过了可能就不想来了。<笑>写本案的那个写本的那个，然后留下。比监狱好，电影你看的那几比，电影你看的那个监狱好多了。嗯哼。<笑>不习惯吗？很习惯，如果监狱是这样子，我天天来。<笑> 那么，比如说运动也好，什么东西大家都经常见到，那监狱是不是说常人所能见到的东西？所以说呢，我想做的东西，就是希望去正常人不可能看到的东西，我要做这么一个东西，所以说只有监狱才能选择了监狱。